我而家示范第二组嘅六个动作。依家是分析动作的部分啊。第二组第一个动作独立上次，我们接回上一个动作，转腰将个剑带回来中间，上右脚左脚提膝，个剑向上刺。第二个动作转身弓步劈剑，落左脚移重心，个剑平带翻嚟，右脚脚尖扣，左脚脚尖向外撇，个剑向前劈出去。第三个动作虚步回抽，重心向后移，将个左脚收翻嚟，点喺前边，个剑向后拉，剑指向前点，剑指同个鼻系调高嘅，我哋呢个方向咧就系向斜方向。咁我哋做跟住落嚟做嗰个动作系并步上次，个左脚将我哋带翻嚟中间，剑指变掌，慢慢划弧，托喺个剑下边，右脚收翻嚟做翻个并步，企直。平刺出去。第五个动作是右弓步拦，双脚慢慢弯曲，个剑在右边顺着去划弧，开右脚慢慢带上去。第六个动作是左弓步拦，重心向后移，脚尖向外撇，剑指同剑尖继续向后划弧，移重心上左脚，将个剑慢慢带出去，剑指是摆在头顶的。我们做一个收息的动作。第二组动作我就分解完了。